太稳了。王一涵现在给我一种大魔王的感觉，非常的稳定。他只要站在赛场上，我们就可以把心放下来。他的实时技术分已经快到40分了。要知道短节目的技术分如果能拿到40分，那已经是超一线的水准。像岛田麻央，包括这些类型的选手啊，才能够在国际赛场上拿到这么高的技术分。对，像岛田麻央、申智雅这种绝对的青年组的一线选手，开场的 last 三周接 Tolu 三周，阿克塞尔两周，王一涵的每一个跳跃之后都会加入衔接，所以他今天的 GOE 也非常可观， GOE 基本都是在2以上。后半段的跳跃菲利普三周完全没有问题。王一涵不仅是在正赛的表现上，他其实在练习的时候也很少失误。这个话我现在敢讲了。